天地神兽金刚，天神金刚静如风，地兽金刚向前冲，天神地兽同心协力维护和平，绝不放手。宇宙的瞳孔，不变的承诺，天之行者，地之守护，就是我们神兽金刚，万世的期望，亘古的誓言。天之行者，地之守护，天神地守，神兽金刚。金火灵战斗，云天舞战斗，红凤凰战斗，绿炫舞战斗，圣狮王战斗，神州熊战斗，雪羚羊战斗，伏魔牛战斗，使出全力的拼搏，用尽全身的鲜血，失败所有的黑暗。天神地兽神兽金刚，天神金刚劲如风，地兽金刚向前冲，天神金。天神金刚和沙蝎女机械兽展开激烈的战斗，复仇女盘托出，终于得到了天神金刚的宽恕。最后，复仇女带着沙蝎女和玄冥二怪离开了地球。真没想到，祝明帝竟然利用复仇女的姐妹情啊！祝明帝真是狠毒。也要把叶辉叫上才行哦。是啊，叶辉都去古纪元这么长时间了，什么消息都没有。我相信在高僧的帮助下，叶辉一定会没事，叶辉一定会回到我们身边的。林聪，我们今天有什么任务呢？走，我们去巡视一番，不能再给黑暗势力有任何可乘之机了。蚩尤，你元神的封印已经解除了。众明帝还真让你做到了。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份见面礼。
该履行我们之间的约定了吧。哼！几个小毛孩也配和我动手？你难道你想出尔反尔？哼，我蚩尤顶天立地做出的承诺怎么可能反悔？那你打算怎么消灭我们共同的敌人呢？哈哈哈哈，当年我和皇帝大战的时候，手中28星宿，随便召唤两个出来就足以灭了他们。哎，喂，向右些，小心点啊。大家快看，冰块中有奇怪的东西。嗯，这里面会是什么东西呢？这是两具古迹元兽的遗体呀！天哪！哇哇！哎呀，太好了！古迹元兽的研究价值远远高于千年寒冰啊！教授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先把这两头古迹元兽的遗体从冰层里切割出来，然后把它运回科学基地研究。这次的发现一定会引起全世界的轰动啊！啊，你们快看那里，那个发光的东西是什么呀？红光朝我们射过来了！伙伴们，收到紧急任务，跟我来。是。
那就试试他到底有多强吧。伙伴们，战斗吧。好。好强大的攻击力！神兽金刚小百科：蚩尤，上古时代九黎族部落酋长，中国神话中的五战神，曾与炎帝大战，后把炎帝打。不入，善于使用刀、斧、戈作战，不死不休，勇猛无比。皇帝不能力敌，请天神助其破之，杀得天昏地暗，血流成河。蚩尤被皇帝所杀，帝斩其首葬之，首级化为血风铃。后皇帝尊蚩尤为兵主，即战争之神。天神金刚碰到劲敌朱厌，在极地冰川上展开了一场冰与火的对战。移动速度极快的朱厌让天神金刚攻击都落了空，天神金刚要如何反败为胜呢？为了阻止地兽金刚出现在极地，蚩尤竟然使计引开地兽金刚，后续如何发展，请看下集《乱天下之朱厌》。